43平方米老屋聚动线不佳、漏水、壁癌、采光等问题。注重生活品质的屋主找设计师从根本解决并使之优化，老屋完美重生，一家三口享受幸福人生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开阔绿意的公领域、色彩搭配术，最后告诉你机能十足的私领域。以孩子在帘幕间穿梭为设计概念，公领域采开放式设计，扩充客厅的腹地，增加采光，窗外绿意跃然入室。回字形动线行进自由，从玄关客厅到餐厨区，视觉无阻碍，让屋主随时关照孩子。屋主喜欢简约利落感，以白色为基调，公领域搭配黑灰色，形塑视觉焦点。私人空间采用木材质，增添温润朴实感。由于屋高不高，横梁已裸露，并结合造型与材质，凸显结构特色，改善原本幽闭昏暗的问题。卧房规划大量收纳展示柜体，柔和色调，营造舒压的休憩环境。屋主因工作需安静的空间，卧房内附有工作室与更衣间，达成机能十足的私领域。高师杰设计师融入屋主生活需求，全方位解决问题，引入大量绿意及采光，成功塑造都市桃花源。